郭晶晶的丈夫霍启刚在七月二日迎来了他的39岁生日。不知不觉，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快要到不惑之年了。霍启刚出自香港豪门，是正宗的富三代，但他的感情生活不算丰富。认识郭晶晶之前，他公开过两任女友，都是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。之后他与晶晶相恋，在一起8年时间，一直等到晶晶退役，才于2012年结婚。婚后两人生了一子一女，现在晶晶还积极备孕，准备生第三胎。霍启刚有不少公职在身，前段时间他才与好兄弟庄稼斌一起到内地城市参观访问，相互学习。7月6日，港媒拍到霍启刚与父亲霍震霆一起出外应酬，两人在百德新街一家西餐厅参加商务晚宴。霍启刚很有礼貌地与现场的宾客打招呼，交换卡片。期间霍启刚收到电话，他走出门外接听，港媒指他语气温柔，不知道电话另一端是4岁的儿子霍中熙还是老婆郭晶晶呢。霍启刚听完电话之后，大概到晚上9时许，他就等不及宴会结束，提早离开，急步走到附近的怡东酒店坐计程车回家。看来那一通电话的确是催他早点归家。此前霍启刚在访问里面说，他一下班就回家跟孩子玩，尽量减少应酬，因为他不希望错过孩子的成长过程。像这天他即使要工作，也争取在孩子睡觉之前回家。确实是好爸爸。霍启刚在宴会上喝了酒，他没有开车，选择乘搭的是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霍家公子竟然没让司机来接，就这样自己坐车回家，不愧为豪门清流。而霍启刚的爸爸就留到宴会结束，最后等司机来接他走。霍启刚不是说说而已，他真的会自己带孩子。此前港媒拍到他与霍中熙光顾麦当劳餐厅，中熙自己点餐，很有主见。至于女儿霍中言，也在不久之前曝光了。当时霍启刚抱着女儿，当一个称职的奶爸，